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剪映在近期完成了更新，增加了数字人克隆功能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在小微官网下载压缩包到本地。目前该版本仅支持 Windows 系统，解压文件并运行执行程序即可，无需额外安装。六点零幺 VIP 集成版可以使用全部 VIP 功能，也是一款强大的视频剪辑工具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该版本仅支持使用和导出 VIP 设计素材，不支持带有积分的 AI 功能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导入一段视频素材，添加 VIP 特效，预览一下效果。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，就可以输出视频文件到本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。切换到文本花字选项，从模板库中导入一种喜欢的 VIP 字体，插入到时间轴。 设置好字幕的持续时长，双击添加文本内容即可。最后拉伸并拖放到视频中即可。最后添加一种 VIP 字体动态效果和红色箭头，把视频导出到本地。大家可以预览一下效果。剪映拥有海量 VIP 素材库，我们只需单击下载图像和视频素材，导入到时间轴即可。 如果想要使用特定的素材，也可以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，查询需要的内容，把素材导入到时间轴中，最高可输出 2K、4K 分辨率的视频到本地。文字模板也是一个不错的功能，我们可以从模板库中选择任意类型的文字特效，拉伸至合适的大小，拖动到目标位置即可。 在视频中添加文字特效，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。此外，该版本还支持输出双语字幕，完全免费使用。例如，我把穆拉蒂的采访片段翻译成中英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。嗯、um,，specifically with autopilot. And so, I started thinking more and more about 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AI. Okay, what happens when you When you you're using AI and computer vision in a different domain、um, instead of autopilot,、um, and after Tesla, I went on to work on、uh, augmented reality and virtual reality. 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在视频中添加 VIP 动态贴纸，增加视频的趣味性。切换到人物特效，从列表中选择任意一种 VIP 特效，添加到当前的视频中。 看一下效果。经过测试，画面特效和人物特效均可以应用并导出到本地，大家可以尝试。此外，在视频剪辑的过程中，转场效果必不可少。我们可以切换到转场选项卡，下载 VIP 转场效果，单击并插入到两个片段中间。我把编辑完成后的视频输出到本地，添加转场效果后，视频之间的过渡明显更加流畅和自然。 如果想要改变视频的色调，也可以选择添加不同类型的滤镜，并应用到设计中。此外，视频增强、智能降噪、智能打光等 VIP 功能均可以直接使用。音频方面，开启响度统一、声音美化等功能，即可用于优化语音，避免声音不协调。声音效果选项可以实现一键变声，替换当前的音色。再来一个，我就想起来了。 因为所有说书啊都说一个，某一年某一天，在德云社说书的时候，我也不怎么着一宠性子，台下这帮人起哄。声音成曲功能则比较有趣，可以将语音转换为多风格的歌曲。真的不好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说把我拍得很很没出息的感觉。 他说：“老于啊，这个电影把你拍的已经特别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在大学的时候啊，啊不光窝囊，而且挺猥琐的，嗯。”所以我才知道，其实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成长的历程，啊，把大学时候的我和今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下载最新的版本。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或者联系小薇。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，再见。